先欢迎每一位哈，虽然很可惜啊，天气不是很好，那么很多我们的好兄弟、好姐妹啊，感冒不能来，那么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在这边哈、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那么欢迎大家啊。首先，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课到两个礼拜前结束了，那我在这里要很感谢啊 ，Amy。他虽然跟我们在不同的教会，但是他从头到尾支持我们这个Mandarin 这个华语查经班，不只是很热烈参加，他还常常为我们带帮我们准备点心，谢谢他。Amy 是我的亲家母哈，我们知道，是那个 Tristan 的阿妈，Grandma 呀、yeah. ，OK， 再来呢，我要谢谢 Karen， 她常常为我们联络大家，发 email 啦，或者是打帮我，我没有办法出声音的时候，她都帮我打电话，谢谢她，谢谢。是的，可以。再来呢，我要谢谢每一个人，因为你们的参加，让我们这个华语查经班就能够继续。然后我们很感谢上帝的带领。那么在这个查经班里面，我们彼此鼓励，那么彼此交通，那么我们也彼此支持，那么希望这个美好的信息跟这个学习也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去。今天我有一个圣经节跟大家分享，这个题目是说爱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，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。那么这个经文是从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跟14节，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做他的子民，所以你们要有灵敏、慈爱、谦顺、温柔和忍耐的心，但在这一切之上要加上爱，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。今天用这一句话献给大家，那么希望我们记得，我们这个是一个爱的宴席。我们在这边享受主里面给我们主给我们的爱。那么我们要祷告以前呢，有人要求我们先唱一首歌。那么 Christmas 已经过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唱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但是我们可以唱新年快乐，用中文唱。我们不唱 Happy New Year， 我们唱祝你新年快乐。OK， 可以吧？大家都会唱吗？会唱吗？好了，预备，来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您，在这样一个寂静的晚上，你让我们仍然保有热烈的心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感谢主，你给我们一切的启示，让我们从你启示当中学习更多，也学习如何爱人。主啊，我们要为这一切食物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也为这些准备的人他们所花出的劳力跟智慧，还有他们的手艺，我们也要为这些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恳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夜的晚餐，还有我们聚会的时间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互相的支持，得到互相的交通，有主你的圣灵、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愿所有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父，愿平安赐给他所喜爱的我们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OK。
有女生了，以前都男生，哇，男生都跑这边去了啊。男生为什么这样？不知道了，奇怪，麻烦给男生，让他们先来。为什么男人的哥哥他们一起就好了？看到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两个耳朵，两个寿星。